有几天没来了，这个市场一片热火朝天啊。投入另外一个陌生，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空度多少年。这个回去单独计算那个变频空调使用功耗可以啊，或者给出租房使用。这2003年的太老了。要电呀？谢谢。这个那几个索尼啊，最少两年了，最少两年。价格下不来，买的人就少啊。这早期的夏普，这有个夏普。还有欧普照明的，欧普照明挺贵的。这什么血糖仪吗？这是？这什么玩意？这是？早期的 BB 机。这还有911带包装的收音机。地摊货啦，今天人不多，但是买东西人不少，没都拎袋子了。这家来这么电视机啊，拉盘的多少跟你才说啥话呢？哦，再一个你甭拿出来了，我这感冒，感冒，这都是长皮毛长什么的了？你还真不有我那个？我上差，我有一台不差牛，不告诉你。啊啊，那叫差牛。耶，还是。304吧，这样子 不如那个。这八十十吧，我转牛呢。这带尾条。哎呀，我知道。这带尾条的。我都不知道呢。这我还有收获，还意外啊。意外吗？哎，人家这玩意儿不，走着走着1000块钱到手啊。是吗？卖1000啊，那机器啊？这呀，他啊，对，他说人他正走着，人看着那挂的那个东西，哦，给买走了，哦。看这个灯是什么东西？这个灯上面带个变压器。这个是个什么呀？
是屋里头发现像挺硬块吧，一摔一砍响。哦，那个报警的那是吧？对。哦，那工厂里面的吧？还带个变压器。哦，这也可以有年头了。有年头，这个80岁老头推着一三轮的，这个零件，我带一个这玩意儿，啊，自己骨头的，哦，这么回事。这有一个360的那个行车记录仪呢，这整的，哎呦，算了，还有个日本的中电饭煲啊，啥都有，这只搞得很奇怪啊。150米，别走，别走，小伙儿。又是古玩了。我再给你加一百。这是个什么呀？哇，这好像是个音响啊，怎么这样的？但是坐的还怎么回事？很奇特的一个产品，小电动车，这是专业的那个单反相机那个支架。看这个逆变器多少钱？一点不大实用。行。三个人一买。不行，这拆，这八伏的，这拆。6000瓦。哦，拆过了。修线不？啊？修线不？哦。8500块。哦。拆过了，不能玩。这什么牌的？东方红，国营汉克无线电厂制造。东方红，中波、短波一、短波二、短波三、短波四、短波五。哇塞！看一下后面，后面拆开了，这个报废了，这个废了。这个机器废了，缺一个两个三四五个六个管，六个管，但是这个废了，外观还够得去。缺管子，很可惜啊。是的，你看这后面这是个什么东西？零帕。这还能放电吗？这相机看没？柯达全新的，看见没有？还有海鸥。这柯达两卷，带胶卷，带电池，相机2年保修，柯达都倒闭了。
但是柯达的相纸没有倒闭啊。过了啊，过了不砍了。这还卖老北京布鞋啊，这好像是穿过的。老小叫的。这双彪马的跑步鞋。这谁呢？这个。看了吗？鞋有人需要。刚才有个新疆的问我，有没有电唱片机啊？唱机都有，这是美国的狗牌，摆两三年了。唱片机肯定也有，唱片也有。这古董，看这里。你要多少钱？给一个特写。我要洗碗。洗碗是吧？这碗洗了。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特别是买一些用的东西，一定要戴手套，回去一定要洗手，要及时洗手。这很多人身上带一些皮肤病啊，你没法说，知道吧？真的，看到这种东西我就恶心。没有好东西啊，这样。成不成的？这个核桃。我靠了。这里应该是一个硬盘，12号输入 LED 亮灯电源 USB， 这个多少钱？20啊，哦，还真不贵啊。这怎么打开呢？这里面是个硬盘，存储硬盘，存硬盘。蓝硕 blue， 我靠，这好像进过水了耶！进过水了，这个硬盘没有用了。哇，这可惜了，进水了，不进水可以用一下这个硬盘，应该是个两 TB 的吧？看不出来呀，这个事儿，研究一下。能看有用不那个啊？要给3000不？哪个？这个这哪块？这个啊？这个是 DVD。这个没有用，这是个 DVD。嗯，那个。这个没用，这个没有用。这个水泡了，这个 IBM 的早期的。哎呀，不进水还行，进水了我怕弄不好啊。10块不出啊。哎呀，这是个台式机的硬盘，应该是3.5寸的，没有太大用处，算了。这是个索尼的什么？小软盘。大家再来吧。原因便宜，没办法。卖好几个200了。这个不能用了。